据媒体报道，前不久，俄罗斯宣布将对其部分退役的 KH-22 导弹进行现代化升级工作，使其能够重新进入现役。据悉，该导弹的改装工作将为期三年。KH-22 是苏联时代专门针对美国大型舰艇研制的，具有很强的杀伤力。KH-22 反舰导弹是一种颇具俄式风格的武器，作为一款反舰导弹，其总重量却达到了惊人的 5.8 吨，仅战斗部就重达 1.2 吨，威力十分惊人。更可怕的是，其还可以搭载核战斗部。被这种导弹直接命中一发的话，就连航母也只能乖乖沉入海底。可以说 ,KH-22 是苏联时代对应美国航母最有效的一款武器。不过 ,KH-22 反舰导弹毕竟是上个世纪602年代的产物。其弹体发动机和制导设备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落后了。现在的导弹强调的是防区外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，否则任你导弹威力再大，面对美军的宙斯盾系统也只能落得个被拦截的下场。